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个放大镜，它是每个十倍的手持放大镜，就是呢，虽然感觉这个质量其实不是很好，在玩的过程中它也经常有掉下来。说到他会让买彩铅，然后这个是他推荐的牌子，它的色铅笔盒，专用的，六品牌，比较便宜，几块钱吧，也是不错，尺寸比较小的就可以，随时练一些练习。